这件可以当做晚装，也可以当做婚纱。然后它的裁剪呢，你可以看到是 fit and frank。这个 cutting 呢，就是可以衬托的它，因为它的是 V 字领。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应该可以弄得不错，因为刚才你之前的胸针都弄得还好，很好。我有信心了，郑冲老师，你这句话。真的是没有想到这里有那么好的一个一条街，竟然有那么多的一些特色咖啡馆。